没有这个运气。我们买不起，不代表我们菜。我们努力了。这波一定会给钱啊！然后人家去清华读博了，他虽然也能去清华读博了。那去不了，他去不了，他去读个屁博吧，读博。四斗。八斗士那阵容根本就不行，没有伤害，越往后打伤害越低。主 C 努努，副 C 万豪，最多最多就能拿个第二。他碰上我，他就是第二名，上把我小法就吃鸡儿，给我玩我就吃鸡儿，我能打死他。但是没办法，咱们运气不行，没有人家三星小法的命。只能中期转型，转型个猴。还不错，来的挺早啊。这把俺们可能就是富二代啊，俺们可能就是这个塔姆先不卖，知道吧？看看能不能打赢，能打赢塔姆不卖，打不赢塔姆卖了，把分卷拿了，这就叫细节。连我杀分女的样子都是爱你的形状，520点血，爱你们。细节。这波呀，这波努努给个大腰带吧。虽然我都这么细节了，还是第四名，但是没办法，嗯，这属于没有办法的事情，打不过就是打不过。别人有手枪，我们只有拳。鸡蛋碰鹅卵石，肯定是碰不过。尽力而为，重锤可以。大棒子小法我都不稀罕，我们稀罕这女神之泪啊。再来一个拳套，我也可以拿锁子甲，但我觉得这把吧，我拿女神之刃应该再能拿俩，
我们就能起飞，拿两个女神之泪，这把再拿两个女神之泪加个大棒。我可以先拿拳套，没事。借波呀，借波升了吧，升了上个安妮儿。虽然我们的钱比较少啊，但是没事，他们钱也不多。倒数第一干啥呢？我就没见过一个劫空城的能活到第四的，没有。我见昨天有一把，昨天有一把几个空城，昨天有一把四五个，好像空城一开始空城满血，最后六七八九啊，没有没有九啊，五六七八，最后五六七八顺着。真猛，我要是能有一个分女儿天选就好了。这波把塞拉斯卖了，全是一星。没办法，这把我们不是富二代，这把我们是捡来的。我以为我在第五层，我是富二代。其实我是个屁。福星三连败拿装备，拉倒吧拉倒吧拉倒吧，我要拿了这个福星亏两块钱，而且屁都拿不着。我要把这福星拿了就是亏两块钱，然后连个屁都拿不着。对不起，我这把是富二代。哼，对不起了小伙子们，都给我往旁边扫一扫啊，都给我扫一扫。有那些不识趣的给我往后扫一扫啊，最好别惹我。我不想场面太血腥。龙刀可以用，龙刀法爆配正义之手。水滴能给了吗？可以给，看着难受是不？其实给不给区别不大，无所谓。或者是蓝 buff 科技枪法爆，哎，都可以。反正玩什么，我们现在都得要个蓝，都得要个蓝，必须得要个蓝。当然我们也可以请求一首狼哥给我们报一个。或者不要蓝也行，我龙刀也能用。可以卖血了，你放心，你绝对卖血卖不过他们。下面这几个小子绝对卖血卖不过。
不卖了，没有必要，好吧，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非得让自己的血特别的少，不行，我们就第四名，没有关系，现在我们已经有点无敌了，保持这种无敌继续下去。羡慕啊，羡慕吗？嗯，羡慕不已呀、啊。这小法师伤害还是差点，差一点能点死人，两轮能点死，一轮点不死人，得两轮。没有想到居然还有比我还无敌的人。这我没想到啊，我以为我必赢了呢，还是前排不太右啊，兄弟们，前排不是那么很右，这小子不居然把我给赢了，我没想到。大树没拿，是吗？没有看见大树啊，没看见呀、啊？为什么不早说呢？刚才为什么不说呢？坏了，大树没拿。这个确实不是菜了，这个确实是没看见。我们与前世的血量有点格格不入了，我这一看呢。好，没几个人要蓝吧？你为啥还要蓝啊？你不精神病吗？大棒也拿，我靠啊！拿大剑吧。啊，大剑有了！我的妈呀！你为啥还拿蓝啊？你都科技枪蓝 buff 了，你还拿蓝？这可怎么办呢？嗯？没关系。我们可以龙刀科技枪啊，龙刀科技枪法宝，啊，没事啊，没有关系。希望狼哥可以给我爆点东西，希望不要以为我是个富二代，突然之间以为我是捡来的。给点面子啊！给点面子，给点面子，薛飞给点面子。我们的命运掌握在狼哥手中。建议这把六森林法三法别去拼多多了。六森林三法没有拼多多厉害，我为什么要玩六森林三法呢？为什么呢？一个没有他厉害的阵容，你为什么要玩呢？你说，又难凑，强度又低，那为什么非得要玩呢？这波好像是要赢了啊，但是其实我不是那么很想赢，
赢了也行吧，赢了给小法师叠点法强，可以。已经多少法强了？看一看啊，170。哎呦我操，170！这天选小法确实不一样啊。狼哥，这一波给个大棒，给两个大棒子，或者给一个女神之泪加俩大棒，主要还是大棒，来点大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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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大棒，一个也行，可以用。日炎狂徒，狂徒吧。因为下一个大腰带已经没什么好合的了。科技枪还是法爆？科技枪吧，这把只能科技枪了，先给科技枪。嗯，我这龙刀要不要直接给了呀？努努挂机了，吃他呀！蛇女儿，蛇女儿，差什么玩意儿了？就差个蛇女儿吧。不得还差个东西，差什么玩意儿来着？啊，不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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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蛇女。努努不要，努努不要啊！要努努干嘛呀？拿努努不浪费钱的吗？给了，蓝 buff 拿了，我们还得要个别的，不合适。海洋会将他们卷走，不要诱惑一条毒蛇。能不能给点能用的？嗯。比如说银马啥的，这家伙银马给一个就行，别的不用给。这难道是传说的三国吗？一巴巴，我送你行不行，兄弟？我就当这个老好人了啊！这波我就送你回家，应该是第八了。天湖局玩成这样，玩成啥样了？啊，在夸我呢，说我天湖局玩成这个样子，玩的特别的好，能玩成第三名。明白了啊，多谢夸奖啊！先来个大棒子。银马，银马，银马，对不起，这把我小法要删了。你们这几个小子啊，你们这几个小子啊，给我看好了，
让你看看三星小法师是什么样子的，给我看好了。真有装备呀、啊！哎呀，哦，哎，龙刀跟蓝 buff 是不一样的，就是一开始放大的时候放的慢了一点，是不是？差别不大就没事，只要差别不大就没有关系，就可以用。差个锤石，差俩银马，啊，蛇女生不生无所谓，差个三星小法，成了，拿下。现在对我们比较有威胁的就是这个七银口有凯隐二星的这个大姐。完了，小法师让人抡死了。位置不行，换个位置。那小法师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，就自己就滴了嘟噜就跑出来了。哎，丢丢丢丢丢丢丢，跑出来。就人家能从这儿。从露露跟小绿人的旁边丢丢丢丢丢跑到这里，然后死，不知道因为什么，就是老这样自己出来送死，就很奇特。随便给，随便给，随便给，给房装，最好是都给房装。看来只能给泰坦。加水银，水银的话，看看给谁会好一点呢？你说他是怎么做到七银口二星凯隐的呢？有一个妮蔻刷到两个凯隐，怎么会这么厉害呢？哎呦我操！差点没给我炸死。你说他凭什么能整着这么多小法师呢？我天选小法师我才两只，我才三只，他已经四只了。他已经五只了，他凭什么能整着这么多呢？我为什么还没有呢？俺们这叫天选小法师，一整人家有这老些小法师的时候，我就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我就三个。真的，一整人家一整那小法师特别多的时候，俺们就仨。这是我们，这是给你轮空了是吧？没打过。嗯。我也不是没地，对不对？咱也不是说没地，那关键他没有啊！你说，
不是，是我不地，他确实是没有。我地了，他没有。而且他所有的还全都两星了，哎呦我操了，真的，哎呦，玩的头痛，真的玩的头痛。我五人口小法师就天选了，我到现在他妈没人小法多，确实行。怎么的？就这把还能让我倒数啊？啊？三星进了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坚决不给你这个小法师，我不好，你也别想好，小伙子，你也别想好，咱俩谁都别好。又开始逼逼了呀，天胡玩成这样，那你觉得应该玩成什么样呢？就没有牌的情况下，您觉得应该玩成什么样算是好的呢？您，我递了这么多钱没有一只小法师，你跟我说天胡啊，你跑过来跟我说哎呀天胡玩成这样，人马完了，死了，打不过。狐狸没死，哎，服了呀，真是服了呀，真是佛了呀。我没有办法，真没有办法，一点办法没有。我本以为我是富二代，没想到。